你好，我是董小姐。之前有人问我说，画成你这样起码要好几个月吧？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笑了。我先给大家看看我四年前画的画，这些是我在四年前画的水彩画，我都用的特别劣质的颜料。2017年的时候我又尝试接触彩铅，但是彩铅画起来不太适应。这个是我2018年用口红画的一幅画，这个是用咖啡画的两幅画。之后我又尝试接触水彩画，画了一些清淡风的人物肖像。之后2018年下半年又继续画水彩，到2020年一直在画，期间是不停断的。所以我不是什么有天赋的人，都是靠常年累积出来的。只要你坚持，你也可以。